住一起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啦，光文化上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的。像我们日本行有一点，就有那么一点不愉快，就是因为我们有赌钱，我们晚上赌那个四龙门，然后林国华赢了20000块，然后隔天去迪士尼，我叫他请一个700块的鸡腿，他都不请。但是昨天聊我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他们香港人哦，这是 Toys 讲的，他说他们香港人赌钱是分开的。他说香港有两票，有一票人觉得哦，我今天赌钱赌赢了，我请吃饭这合理。但有另一票人觉得赌钱就赌钱，赌钱赢的是分开的，那吃饭大家钱也是分开付。对，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啊，就是文化的差别啦。台湾从古至今都有这个习俗，对啊，因为我从小也有啊，从小赢钱，我看长辈赢钱的也都会拿出来吃红啊，干嘛的？所以我觉得赌博赢钱请客，在我的从小到大的眼里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就大家的共识。毕竟花伦也不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嘛，也许他从小长大就是赌钱赌赢了就自己的，对啊，我没有在嘴炮，我没有在嘴炮。我一直以前在打职业，很常跟我的队友讲，你检讨的时候，你不要让我听到"我以为"这三个字，你不要说"欸，我以为你要帮我，欸，我以为你要 gank"， 你一定要确认说"欸，要帮吗？要打吗？"你不能用你的以为去跟你队友灵魂沟通，你队友就坐在你旁边嘛，你出张嘴问一下就可以了，你为什么要用你自以为的判断去判断呢？导致失误，导致输了比赛。因为你的以为是以你遇到这个情况的可能过去的50次来判断，哦，过去50次都这么做，可是别人遇到的50次跟你遇到50次不见得一样啊，所以别人的以为跟你的以为是不同的。吃红这文化要勤一点哦，不然会倒霉哦，真的哦，会倒霉哦。其实我不晓得吃红的原理是什么，就是从小就觉得哦，吃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请客啊，干嘛是很正常的。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横财，欸，我单纯是就是觉得哦，请客啊，大家开心。我自己啦，长这么大，我自己的理解，因为大家会聚在一起赌博，这个就是图一个开心，朋友啊、家人聚一起玩，然后吃个东西嘛，赢钱的请客，大家在开心，就不要人不开心。因为赌输的有时候会干鸡掰啊什么的，大家会笑你，你也算是逗得让大家笑的那个人。大家再忍忍，月底我就可以去照断层了，照一照就知道到底什么毛病，什么时候特好吃哦。特好吃最近休息中，因为我很忙，在忙新房子的事情。但是预告一下，中秋会拍一个特好吃、很特别的特辑，就不先卖弄关子了，先让大家期待一下。环球影城，哎，真赞，快喝好，加油！哦，就是你们了，我想起来了，谢谢你的饮料，没有，我们已经很好了，真的很好那种啦。对，虽然我昨天是抱着有一点悲观的心态，想说啊，可能他也不是真的想很好，不过我感觉了，我彻底感觉得到他是对我很不好意思的。但是朋友之间也不用多说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也不需要你对我不好意思，我也不需要你对我道歉，就是。啊，你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，以后不要这样了。妈逼的，我操你妈！就大家这种感觉吧。我自己啦，我是从来没有想到他跟我道歉或干嘛的，就希望好你理解我为什么生气。欸，啊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生气的。啊，我对你生气，我很抱歉。就这样吧。完了，鸡掰啊！怎么河蟹的走位都可以这么烧啊？怪吃完再 gank。差一点就电脑打了，哇！最好啦，最好啦，他无敌耶！哎呦！哎呀！
该死光了吧？嗯，暴打一段。没音乐我没法靠，让我音乐开小声一点，可以接受吗？哎、欸，你被定喽！哈利波特那个饮料，等你远走的时候，我就点了一杯，但那个好难喝。你说那个奶油啤酒吗？真的很难喝哎、欸，那个都是卖粉丝的，卖那个哈利波特脑粉，一杯1200日元，我操！嘣！就难脸，哇！立场要好好丢，有啊，我刚刚丢的很好啊，有晕到哎、欸。立场一般来说，艾克都是要扣一下的，打到一半再放比较有威慑力。但是身为一个客家艾克，我绝对不能浪费那个 CD 的时间啊！我先放先 CD 哎、欸，我就能多放一次立场。哦，懂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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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恼羞了，他们恼羞了，他们恼羞了。嘣！可以先挡层面。切！哇！我操！操！好扯！好扯！这卡丁怎么这么硬啊？我发现征服者有个弱点呢、欸，我刷怪会没血、欸，这样满足不了客家精神。干嘛啦？在哭啊！操！可恶！应该继续当客家人的，我们就一直刷怪就好，不该去吃这种的。我们不该这么大爱，应该自私一点。哇，跟鬼一样，这进场！哇！直接神晕，好啊，应该是双杀了吧？我觉得这拆塔就好了，跟鬼一样啊！我这进场。哥哥现在心情如何？还不错啊，有放下的感觉。其实即使阿伦方的影片，我也没有觉得很不爽，只是有点难过，难过的心情多一点。抱歉，打不出来哎、欸。你好啊，好爽没？哎、欸，打你一套。哎、欸，鬼子开团，当他们卡丁闪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任何战斗力了，就是一群渣。哇！以前比较强哎、欸，以前的是很无脑哎、欸。他顶快给我拍，你在什么？以前的可以玩坦的、啊。以前玩坦就很无脑、哦，现在只能玩 AP 的，就有差了，没有办法随意的进行输出。你看我进去大概一秒钟，我要啪啪啪啪把所有技能放完，然后弹出来，不然就按近身。嗯，知道吗？死亡列车，在干嘛？看我征服者打多少，才300多，那好像不是很合哎、欸。我们等一下是改为灵魂收割好了，不许好 ，Why not？ 呀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
跳。哦哦，好痒。